今天给大家分享两个电脑基础小技巧，文字图片放大电脑分辨率很高，但屏幕文字图片太小，看不清楚怎么办？试试 Windows 键和加，想放大多少倍都可以，缩小可按 Windows 键和减，快速查找关键字，想要快速定位某个关键词的位置，需要在海量的文字里核对某一句话，却找了半天没找到，按 Ctrl 加 F 地址符查找，立刻准确定位关键字。